老夫人，四少夫人被救起的太晚了，人已经不行了，早点准备后事吧。少夫人，您走了，冰儿怎么办呀？你快醒醒吧！混账东西，刚嫁到侯府一个月的新媳，竟然敢跳湖自尽，这传扬出去，侯府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母亲息怒，别气坏了身子。 像他这种小门小户出身的人，本来就不配嫁进咱们侯府，是他柳夕昭的命贱，死了就死了吧！啊，这人都已经不行了，大嫂就别说这些风凉话了。四弟妹为何被逼得跳湖？大嫂心里难道不清楚吗？都别说了，我累了，先回去吧。母亲慢点儿，我扶您。 什么？我这是在哪儿啊？这些人是谁？夫人，慢点。夫人，少夫人，柳夕昭能嫁进我们侯府，你应该心怀感激。跳湖自尽这种有辱侯门名誉的事，若再敢发生，我定不饶你。 冰儿，看好你们家少夫人。是。这老太太在说什么？少夫人，我刚才不是在公司楼下吗？您没事了，太好了！您终于醒了。刚才郎中说您救不活了，吓死我了。苏冰，你居然敢推我下水！啊，少夫人，您说什么呢？我的声音怎么变了？ 少夫人，机会难得，快去。我怎么可能帮他穿衣服呢？我劝你好好待着，少动些歪脑筋。我娶你是因为你父亲救了老侯爷，为了报恩不得不娶，别以为嫁入侯门是什么好事。我怎么觉得不像报恩，倒像报复吧？你说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侯府有侯府的规矩。 日后如果你做事再像这样不知分寸，我也保不了你。你这人话怎么这么多呀？这侯府你以为我愿意待啊？不知廉耻，站过去，别看了。不知廉耻，不就八块腹肌吗？我也有。 你收拾这么多行李，是打算跑路吗？现在老夫人只给我一天时间，可我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，不跑难道等死吗？我相信你是清白的，但你要是就这么跑了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别人会怎么看我？少夫人，四少爷也许有什么办法。你为什么相信我？我可是皇城司指挥使，这个案子的漏洞太多了。 哎呀，现在主要是还一点线索都没有，我们连去找谁都不知道。自然是去找另一个当事人。说得对，那咱们走。哎，冰儿，我跟那个陆少真不会真有一腿吧？ 少夫人，您说什么呢？这种话怎么能乱说？那为什么我胸口胎记别人知道，冰儿也不清楚。少夫人，您不会是怀疑冰儿吧？你这干嘛呢？快起来！我怎么会怀疑你呢？还有，以后别动不动就给人下跪。嗯，快跟上。哎。
来了，快走。冰儿，你脸怎么了？刘嬷嬷说您不配喝鸡汤，就给了我一颗白菜，她还打我。还打你？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，怕是我还没有自证清白就被欺负死了。刘嬷嬷在哪儿？带路。哎呦，这不是四少夫人吗？怎么跑到后厨来了？哎呀，不是老奴我说您，一个刚入门的新媳妇，在外面背着自己的夫君偷男人，怎么还有脸来后厨要吃的呀？披上虎皮就把自己当百兽之王了，谁你都敢欺负。今天我就让你看看，我四少夫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你放肆！你在侯府服侍多年，就连老夫人见我，都得对我尊敬三分呢。你不惹我，我绝不会惹你。但你若惹了我，我定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的。我要去老夫人那儿告你。告我？都看到了吧？以后谁要是再敢欺负我的人，他就是下场。冰儿，哎，拿上鸡汤，我们走。好嘞。看什么看？干活！少夫人，小少爷可是老夫人的心尖尖，要是稍有不慎，我们就吃不了兜着走啊。冰儿，我觉得小少爷他挺可怜的，过去看看到底什么情况吧。少夫人，我们别去了。别怕，有我在呢。不好了，来人，小少爷犯病了。不好了，小少爷犯病了，谁来救救小少爷？快来人啊！你哪里不舒服？你告诉我哪里不舒服。哎，你怎么打小少爷？把他拉开。夫人，好。哎呀，不好了，来人呐，有人打小少爷。我来人呐！快来人！别打少爷，不好了！救命！怎么回事？吵吵嚷嚷的，不成体统。老夫人，老夫人不好了！四少夫人想要谋害小少爷。来人！住！四少夫人，不好了！你做什么呢？你快放开！雪儿。你醒醒啊，雪儿，雪儿，雪儿！小孩子和你有什么冤仇？你竟这般歹毒，要谋害他？柳西周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滚好，滚好！柳西周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竟然敢谋害小少爷！西周，袁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没完！你们凭什么说我谋害他？我们这么多人都看着呢，难道还冤枉你不成啊？我那是在救他。救他？你少在这儿，你胡搅蛮缠了你。雪儿，雪儿啊，你怎么样了？雪儿，母亲问你，刚刚是不是他在谋害你？母亲，你错怪了这个姐姐，刚才是旭儿吃鸡腿被骨头卡住了喉咙，是他救了旭儿。既然是误会，你起来吧。少夫人，还是你体贴，知道我正发愁，所以就特地过来给我泡茶喝。少夫人，这点茶工具是给您准备的。给我？嗯，您若是想讨好老夫人，还是得赶紧恢复您的点茶功夫。老夫人最喜欢喝您点的茶了，还说您点的茶是全侯府最好喝的。哎，热水倒在这里，您手上拿的就是要用的茶粉，放在里面慢慢搅打。那我试试。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四弟妹这是准备点茶吗？
三嫂，你怎么来了？让我尝尝你的手艺吧。啊。来，听说四弟妹点茶功夫一绝，我近日正好在学，便想来请教一下。没想到，不好意思啊，三嫂，我前阵子落水了。哎，别说点茶，什么事儿都忘得一干二净了。那可真是太好了。弟妹，有些事情记着的话，反而可能会害了身边所有人。既然四弟妹这么坦诚，我也不便叨扰了。我先回去了。